看就知道是来劫法场的，就不知道装一装。你们就在这些人里面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出来。只要你们一现身，就算你们轻功再好，也休想逃出我两个狙击手的视线。那时候。马上就要开始比武了，下面我再把比武的规则重新说一遍。要是不守规矩，就枪毙谁。都听清楚了吧？别啰嗦了，快开始吧。就是。最后一条规则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每一个人只准比一次，不管是输是赢，就只准比一次。好了，现在我宣布，比武正式开始。请日本武士上台。现在该轮到中国人上场了，谁打这第一场呢？我。我打第一场，没事，放心，没事。别去了，龟内你不能去。我们的大英雄廖天生，好，他就是绣花针，好样的，绣花针，好样的，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鬼子。哟，小鬼子长得还挺俊，你就等死吧。哼，就怕等一百年你也等不到啊。怎么就知道呆子似的直瞪眼？你到底打不打？不打就滚下去，换个敢打的上来。嗯，不必多礼，等打完了再跪也不迟啊。
鬼子功夫可以，就是脚好臭哦。呀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呀！哎！呀！想要老娘的命啊，没门儿！我想起来了，刚刚踩了狗屎，忘了擦了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踢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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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打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伤吧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我宣布，第一场，中国人胜。打得好，打得好。有请获胜者入座。好样的，兄弟们！好样的，够汉奸！好样的，兄弟们！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就是鬼子留下四位大侠的办法。
我们有很多狙击手，连队长请不用害怕。笨蛋，哼，你指望的人早就见阎王了。第二场比武马上开始，中国人谁来应战？谁呀？我兄弟，他是不是铁头侠？大侠，你可是鬼魂，他不肯说话，肯定是鬼魂。鬼魂是鬼子叫的，他是神差，他是神仙差来杀鬼子的。来人，请自报姓名。你神经病呀，不说话的就是神差铁柱。好，第二场比武开始，请。
希望咱们再赢一场啊。想要报仇的话，也不用这么急吧。等比武之后，我等着你。希望你也会后悔。只要你挡我的路，我就一定会杀了你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都下去，继续比武。嗨。山木，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打死他？连队长，请息怒。他们还有两个人没有露面，等他们全部上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哼！第三场比武开始。来的中国人，报上姓名。你不是中国人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是啊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李翔，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，吓死他们。宋无娇，不是，你是女侠宋无娇。对，叫女侠也好，鬼子听了尿裤子了。宋无娇。来吧，看看你的下水是不是铁打的。谁也拦不了。我不是想拦着你，你看不出这阵势，他们是想把咱们搓堆给杀了。要不信的话，待会儿打完了，你看他放风走了。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我。
来人，自报姓名。杜大鹏。杜大鹏，他就是铁头侠杜大鹏。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。请。呀！咱们是不是胜得太容易了？那是小鬼子无能。那也太无能了。来都来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呀！小鬼子，快下去吧，你不是他对手，待会儿骨头都被他敲碎了。呀！铁头侠，别耍猴了，跟小鬼子不用客气。第四场，中国人胜。山木，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只有这样，才可以留住他们。咱们的杀手锏还在后面呢。高岛正一，嘿，找个武士把渡边武夫换下来。为什么？这可是最后一仗了，我们去。现在是最后一场比武，还有人敢上来吗？有。在一起啊。这应该就是用枪栓杀了我们狙击手的那个人。各位大侠，只要听到枪声一响，就请你们马上离开。我们走了那几个中国军人怎么办？听他的没错，小鬼子拦不住咱们。Yeah! Yeah!
他在试探鬼子的实力。有啥可试探的？打死他就行了。这就是他不同意咱们的地方。这是个善于用脑的人，如此善于思考的人，怎么也会往我口袋里钻呢？莫非他有闯出去的把握？不，不可能！把你们几个凑在一起，可真不容易呀。但你还是做到了。也许你阻止过他们，但是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这你应该料到的。所以我也站在这儿了。你以为你们几个还可以活着出去？那就试试看。你还想试？没准儿我就能拧下你的脑袋。我的机枪和狙击手可不会让你这么做。你真的以为还有机枪和狙击手吗？是你们的弹药和武器库，我们的队伍需要弹药和武器。非常感谢你们把部队调到这儿来。日本妇女的叛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应该知道，就算我们全部战死，你们也休想逃出去。杀一个算一个，杀两个赚一个，老子怎么也赚他个十个八个的。别呀，十个八个的怎么能够呢？怎么也得几十个开外吧。我的绣花针跟机关枪似的，一出手就死一大片。他们的实力和勇气你是知道的，但是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如果我再次举起手来，我保证第一个死的就是你，还有你的连队长。至于两挺机枪在这么近距离内的杀伤力，就不用我提醒了吧。
想怎么样？马上撤走你的队伍，我保证不杀你。当然，如果你们不怕死，可以留下来，我们较量较量。撤退，立即撤退。连队长命令，撤退。连队长命令，撤退。王营长真是神了，难怪司令员都叫他木神风呢。太监，看来你们是真的不想走啊。要打就打，站着不动算什么？走着瞧，奉陪到底。英雄虎胆，何罪之有啊？幸亏王先生，要不然这儿就真成了咱们几个的葬身之地了。可惜没把那几个人救下来。各位大侠放心，总有一天要让他们血债血还。王先生，这几位兄弟都是抗日英雄，我们把他们埋了吧，也算是给他们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好。吴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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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侠，你是不是在找宋女侠？对，你看见她了吗？对，我刚才看见她走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在鬼子汽车开走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乱哄哄的吗？王先生，我得去找吴娇，他一定去找土肥原了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，那这几个军人呢？这样吧，二位，有劳你们，将这几位中国军人安葬好。我跟廖先生去找宋姑娘。好。走。宋姑娘，吴娇，宋姑娘，你这么干是很危险的。王先生说的对，
这样做，总有一天会吃亏的。我用不着你管。宋姑娘，这报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这要从长计议。如果宋姑娘愿意的话，我王沐风愿意助姑娘一臂之力。多谢。吴娇，刘先生，给宋姑娘一点时间吧。就凭你一双肉掌，就敢闯进皇军连队司令部，你真的很有勇气。可惜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少跟他废话，赶快杀死这个臭娘们，杀了他！已经无所遁形了，就算你的棉纱掌再柔软，我就不信你能挡住我们的子弹。别呀，先别开枪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，算什么能耐？什么人？什么什么人呢？你应该问。是哪路天神才对，要不然老娘什么时候进了你的老窝你还不知道呢。葛涛，你去看看什么人。连队长，我们不能离开你左右，很显然他们就是冲着阁下您来的。还是这个日本娘们有脑子，谁敢动一动，我就要了谁的狗命！放屁！嘴真臭！张嘴！闪开！我
华珍，你就是那个唱戏的。连队长，赶紧走！你呀，真是个急性子，慢慢打不好吗？心急会吃亏的。
啊，给我算一卦。一看你就有麻烦，说吧。王营长，咱们游击队的人在城东公路附近发现了鬼魂铁柱的行踪。公路附近？对，就在公路两侧的山中，还有那里也有鬼子在活动。是想拿鬼魂的埋伏？说不好，只能说有可能。这边，这边，快，跟上！没有我发出的信号，不许开枪。那你呢？我去前面，鬼魂很可能就在公路边。你确定鬼魂的位置吗？我要确定的是鬼子的位置。他们中间一定会有对付鬼魂的高手，就藏在附近。这些鬼子奈何不了他。我明白了。还有，如果一会儿我和鬼魂从另外一个方向撤走，你们都撤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。是。记住，都不要恋战，我们只是掩护鬼魂撤退而已。你放心吧，王营长。王营长，小心。好，来。如果我要在这里对付一个武功和轻功同样卓绝的人，我会把我的高手放在哪儿呢？在这里一定会被他发现。公路上根本不可能藏人，那还有什么地方呢？大概有3公里，我还有时间。他会来吗？希望他会来。上来吧。
怪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的都在上面等着呢。走。哎，李先生，上面埋伏，不能住，撤！相信我，快！李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是事先打探到鬼子在这儿有埋伏，但是来不及通知你了，就先动手了。哎，请留步，铁先生，如果你不介意。今后我们可以一起杀鬼子，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。杀了他们！
第二组上。勇士都是勇士，山姆少佐，怎么样？你觉得这几个人和那几个中国人相比，能和他们抗衡吗？现在我还不确定。中国武术博大精深，只有在和那几个中国人交过手之后，我才可以正确地评判他们的能力。哦。那好，那我就把他们几个交给你了，希望在你的指挥下，这个特别行动队能为我大日本皇军洗刷耻辱，将那几个中国人一个一个的消灭干净。嘿，他家就在前面的巷子里，他男人出去了，而不在家，这时候正好下手。哎，太君，太君，我可是帮您盯了好长时间了。回去打打你有啥？太君，就是前面那个院子。哦，太君，那可是个大大的花姑娘。哦，花姑娘，花姑娘的，花姑娘的有，花姑娘，太君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你们进去，好好的快活，一起快活不好吗？太君，不好，我们都是这儿的人，要是让人知道了就……啊，我得明白，啊，我进去，你们怎么可等？回来我大大的有赏。花姑娘，花姑娘，花姑娘，哦，花姑娘，你们是在找我吗？啊，是，是找你。那就把门关上吧，别让邻居听见了。快快快，把门关上，你们在门口等我。嘿嘿嘿嘿，花姑娘，花姑娘，花姑娘。you
们俩谁先进来啊？我！花姑娘，你也进来吧。哦，好。不哭不哭，不哭不哭，大婶儿没事了，等晚上你男人回来了，就跟他一块儿回乡下去吧。谢谢，谢谢大侠救命之恩。那我先走了。不哭，这小鬼子天天让咱们找花姑娘，这日子长了怕是得出事儿吧。哎，可不是咋的，别说让八路军游击队知道了，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，也没咱的好啊。还有那几个煞星，让他们知道了，找咱们算账，咱们这小命可就……嗨！怎么跑是个叫花子？杀人了！他妈的，你怎么进去的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咋了？到底咋了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你说谁杀？我杀的。让你们多活一会儿，让你们死得明白，给日本人当狗腿子，不会有好下场。好看。
打死那鬼子。中中中中中。能把我扔的东西打偏，也算是有本事。哼！皇族的，跟我来。走。准备战斗。全都扔进院里。是。大伙儿听着，咱们这回是假打，只允许打五分钟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Oh!
只是一部分小分队。组织在攻打联队部。小队，上！小川中队已经在路上，几分钟就可以赶到。是不是把山木特别行动队调过来？咱们怕是挡不住王木峰这些人。不行，山木不能动，这是王木峰的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绝不可以上当。嗨嗨。这种办法让我们不知所措。从今天的战况来看，他攻击的重点应该是联队部。这是王沐风调虎离山的老把戏。如果是调虎离山，杨公是不应该用主力的，而且王沐风他们确实是在那边。这确实很难让人。莫非他们攻击的目标是联队长和联队部？王沐风的目标就是油库，可他今天对联队部的攻击不像是虚晃一枪。现在可就看山木怎么行动了。我就不信土肥原的联队部受到打击，他会置之不理。他置之不理，有可能是鬼子的救兵到得太快了。这是原因之一。从战斗打响到鬼子中队来支援，中间只有5分钟，时间确实是短了一点。那我就打他的阻击。
对，至少要达到20分钟以上，这样山木才有可能去救土飞猿。干脆明天先不打油库了。不，油库一定要打，而且要加强攻击力量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山木摸不着我们的虚实。如果明天他还是按兵不动的话，我们就活捉土飞猿，然后直捣油库。行，就这么行动。李队长，你记住，明天你一定要挺到油库爆炸。放心吧，我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要挺到油库爆炸。陈政委，你直达10分钟，然后去支援李队长。就你们几个人，行吗？在油库被炸掉之前，我希望油库的战斗是无声的。就不信，看着我们的人撤走，去打他的连队部，他会不动。无论土匪猿如何，我都不会离开油库。如果王木峰他们不来油库呢？像今天一样，王木峰一定会来油库。原来的位置不变，再从各个中队抽调200人，组成一个特别的中队，守住村里的每一个出入口。一定要把来偷袭的游击队挡在村外。另外，在我连队部门口也要增派一个中队，安排在附近的民宅里。就把小川中队调过来吧。嘿，去吧。嘿。今天的战斗想必非常激烈。报告。进来。山木少佐，油库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今天受到小谷游击队的骚扰，油库目前安然无恙。对今天的战况，山木少佐怎么看呢？我认为这是王木峰的调虎离山诡计，他是想调开我油库的主力。他真实的企图还是油库。不错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连队长的伤不严重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你认为王木峰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？明天将是他们炸掉油库的最后机会，天黑之前我装甲部队就会赶到。一旦我们的坦克装满了油，油库对于我们双方就毫无意义了。这个我很清楚，说重点。嗨。因此我认为王木峰将会在明天对我们的油库实施全面突袭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今天对这里的攻击就是对明天突袭油库的掩护了？是的，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。那你看我现在的部署如何呀？连队长，你客气了。不是客气，
这是师团长阁下的吩咐，请说。我认为连队长的部署并无不当之处，只是应该把调来防守连队部的一个中队放在油库的外围，甚至可以把封锁村子的200人也安置在油库。明天王沐风将会对油库孤注一掷，不会用其主力攻击这里。况且就算他们用小股部队骚扰我们，小川中队也会在5分钟之内赶到这里。哼，所以说我这里是完全没有必要增加一兵一卒了。还那么在你的眼里，我这个连队长也是可有可无了。连队长当然重要，但从全局来看，保护油库的安全才是第一位。那我去保护油库，你在这里坐镇指挥如何？属下不敢，属下曾在阁下面前立誓，要与油库共存亡，只负责油库的安全。山木少佐，我土肥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你想过没有？你动脑子好好想一想，我的指挥系统如果被他打垮了，我的守卫就会进入一种无序状态，那个时候守卫部队一旦瘫痪，油库还谈得上安全吗？连队长，王沐风不会再来攻击我们了，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和我们周旋了。哼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王沐风倾其力量去攻击油库，我也能在20分钟之内赶到你那里。难道你连20分钟都守不住吗？王沐风他神出鬼没，防不胜防。我们只有实施周密性的防守，才可以保证油库的安全。混蛋！我这里就不怕他神出鬼没了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布置是2处都坚固的，不会有任何一处让王沐风钻空子。你给我听着，你就负责好好守住油库，其他的事情我来安排，明白了吗？嗨，属下明白。出去，马上。嗨。混蛋！他就这样，你又何必跟他一本见识呢？我恨不得杀了这个蠢货！驾！老王，土肥原把小川中队调到他的连队部去了，肯定把这个王八蛋打怕了，今天可就难打了。但是他们回援油库的时间会延长，那他跑也要跑20分钟啊，狗日的，还是怕死。这样一来，给我们打油库是提供了时间，但是却给我们打土肥原增加了难度。那也得打他，打是一定要打，而且要狠打。可是打进去以后，以他们现在的兵力，你们要是想再冲出来，恐怕就很难了。老王，不要想太多，还是按照原计划办吧。只要你们几个出来就行，把打援的小队调回来打连队部，里外夹击。李队长他们冲出来是有希望的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可是老李，老王，别说了，昨天都说过了，
只要我能拖住土肥原的这两个中队，保证你炸掉油库，我李长荣死而无憾。王沐峰的目标是油库，那连队长就要承担全部责任。谁承担责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守住油库。可如果王沐峰的目标就是要杀土肥原，和上次抓佐木村一样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坐视不救的责任不亚于丢掉油库。王沐峰的目标一定是油库。如果徐志留的主力已经溜出了包围圈，那油库对他们来说就不重要了。一个土肥原对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。报告，报告少佐，特别行动队已经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报告连队长，八路军开始进攻了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，组织进攻，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我的大门外。嘿，王沐峰啊，这次我让你有来无回。是连队部，看来王沐峰的目标真的是土肥原和连队部。不，这是王沐峰在声东击西。可这么激烈的枪声一定是他们的主力部队。主力是可以运动的，命令防守部队严加戒备。嘿，走。
金旺，其他人跟我上。是。往里边打，好，大鹏，掩护李队长，把鬼子坚决往院子里边赶。好，同志们，一定要冲出去！走，是，走，往里冲！冲！军已经攻入前院，组织反击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。可，快去！嗨，连队长，是不是马上把山伯特别行动队调过来？我们怕是挡不住王木峰他们的。需要再等一等。一等，林队长，再等就来不及了。混蛋！嘿，后院有好多鬼子，我去炸了他们。再等等。如果土匪员战死或者被俘虏，有没有想过你怎么交代？游击队的战斗力能有多大？两个中队不可能守不住连队部。可是王木峰他们现在就在那儿。至少我们的油库是安全的。山伯，见死不救是要受军法处置。我以为你是一直支持我的。我当然是支持你的。那我问你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保证油库的安全。守住油库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也看到，现在油库一点危险都没有。现在安全不代表永远都安全。等我们的坦克加满了油，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。你看着办。我是绝对不会给王木峰任何机会。
不在这里。难道他们去了油库？是的，油库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林队长英明，如果把山姆特别行动队调回来的话，那么油库就危险了。传我的命令，全力往外冲，夺回中院，然后里应外合，把这帮游击队给我彻底消灭干净。嘿，快去！消灭他。好，我走了。把鬼子放进来再打。是，走。撤，快！让他火速赶到这里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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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！喂，喂，喂，喂！电话命令你马上去支援他，王木峰等人已经达到连队部门口了。这么说，他们真的在那里？看来王木峰是要活捉连队长了。无论是活捉还是杀了土肥原，对徐之流主力有什么用？王木峰不会这么想。一个皇军大佐，外加一个连队指挥部，在他看来已是极大的胜利。他一定认为已经给皇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。在没有确定徐志柳的主力已经逃脱的情况下，油库不能不守。山姆，我们的装甲部队马上就要到了，如果我们现在回援连队部的话，说不定能把王木峰等人消灭在那里。报告少佐，连队长命令你马上去接电话。
王慕峰等人已经打到联队部门口了。山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再磨蹭我就枪毙了你！立刻支援联队部！喂，山姆，山姆，连队长，我是高岛正义，立刻支援我！你这个混蛋！巴里特，山姆，山姆！鬼子已经把这里完全包围了。小童，让土飞员给山姆打电话，告诉他按我说的做，先饶他一命。是。消灭过半，你马上过来。王慕峰已经成为瓮中之鳖，王慕峰他们已经被包围了。你确定王慕峰就在包围圈内？千真万确。山姆，我叫你马上派人过来。他们不会怀疑吧？让他们跑了，我绝饶不了你。山姆，山姆，喂，喂，如果我们现在去联队部支援的话还来得及，王慕峰他们被包围在那里，油库肯定会安然无恙。你马上命令外围部队严密封锁房顶和出村路口，我马上就到。嗨，集合队伍出发。记住了。嗯，大鹏，那就交给你了。老王，快走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那你们什么都别说了，能把油库炸了就值了。好，好，保重。
于把这帮混蛋调走了。好，任务非常艰巨，我们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必须完成它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兄弟们，油库见。油库见。油库见。是连队长，快让开！嘿，让开！
报告连队长，全舰中尉正在率部执勤。很好。身上都已经打进大本营了，岂能不打进房去？莫非是连队长为了让我增援夸大了事态？我的部队根本围不住他们，没有空。
是。
啊！闪开！呀！好！小心！小童，快！小鬼子！
快！兄弟，咱走，走，走！
恩怨今天可以结束了。
五角。当我握住你的手，那咱们就说定了，完成这次任务，咱们就成亲。爱就是爱的承诺，让我陪你一起走。拉钩上吊100年。不许变。